Ladies and gentlemen， 本周五下午三点 ，Star DJ。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伍思爱，我是本周的吹吹音乐风大人物。最近呢，我推出了我的个人首张母语创作专辑《那葡萄树上的女孩》。专辑是以原住民的音乐描绘一个都市的女孩寻找自我原根的旅程。很期待在 Tracy 的吹吹音乐风中，透过我的音乐让你们更认识我。这个周五下午三点要记得收听哦，我是伍思爱。